进入核心区以后，我们还是在我们前面坚持了三天的作业点核心区蹲车的这个斜坡这里作业。今天在跑到1.5米的时候，就发现了它，在这个树根下面。在哪个位置？具体说。这个树根下面，当时它是这个一出来，远远的。后来我们的民航工程师就过来一看，他就马上就确认了，就拿走了。我们就跟他就我们跟着他走，两个人跟着他走就去。 再一次进一步的确认，啊，是这样子的，在这个树根下面，圆圆的，外面很多泥巴，是个圆圆的，很多泥巴，当时它又滚出来，因为这个地方是我们在民航工程师的这个指导下，这里作为重点区域，啊，我们也是跟他们随时有工程师跟着我们一起作业，啊，当时挖掘出来的时候是什么颜色？全部是泥巴，跟泥巴的颜色一样，但是圆圆的。 滚出来，然后他初步的一抹了一下，然后又拿个箱子装起来，叫我啊跟他一起就到了门口再次确认。